安，这么小声哦。安安呐，晚上好。哎呀，怎么？前面还得到一大堆票，后面就没了。你要红包，我也要红包啊！我还没结婚，跟我要红包干嘛？没红包，没红包。安安呢？都有吃年夜饭吧？团圆饭啊，年夜饭啊。看得到屁股哎、欸！我的天啊！其他人没出现，所以先暂时挖这个。熊，哦，我刚刚动到设定的声音，哦，现在调不回来。哎，有了，有票了，7张啊，还好远哦，还要好多票。这任务还好诶。晚上好。丢包！雨安安，还有萧雨辰安安，詹乔治安。r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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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哇，PP。
没有票。哇，都快捡到升等了。HDD 怎么还没出现？得得得得得！哇哦！升级啦！就是没萤火龙，我的天哪！啊，删除。哎，踩足机好。哇，还有一次哦。哇，好痛苦。看一下哦，接下来注意，希望龙姐特别注意，
古龙跟糖醋鱼没有出现。到达后可以在营地等个几分钟，去倒水、上厕所什么的，放置一下。摸到。哦，真的假的？我去看一下猫饭怎么吃。猫的探索。天气。感觉是随机的吧，我记得。猫饭。探索。没有，好吧，运气问题。那我们吃个饭出发。他说先确认有没有古龙或台。好，没有。刚刚不想开台，就是因为现在。非常非常吵，我先关个麦好了。哎，又没了。然后那些冲天炮就砸在我们家屋顶。啊！
新年快乐！好烦啊，一直放鞭炮。那个是什么啊？哦，爆玲珑的东西。噔噔噔。而且刚刚在自言自语，我是说，我刚有说，什么？哦，我说啊，去兔窝，请人来挂台，也没有人来。好啊，不相信兔窝的人啊，还有什么？我想想，不是，那鞭炮声很大，不然等一下我不关麦，给你们听多大声。然后感觉那鞭炮声就是炸在我家旁边，你知道吗？真的很大声。有听到了吗？欸，他炸一下，我的麦已经红爆爆麦那种的。你会觉得太大声吗？会的话我就关麦喽。
喂，现在应该暂时安全了，应该啦。也许晚点是跟杰克影院再开台吧，也许啦，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干嘛。不要叫！不要叫！不要叫！不要乱叫！我走，我走。而且刚刚忘记自己关麦，还没自言自语。跟蚊子说：“哎、欸，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蚊子不要、啊。”嗯，脚印在哪里？你打一次会跑出两个，显示问题吧，因为我看你只有一个，对啊，这个也是 FB 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FB 现在很努力在弄了。啊，还有这样别打等于等于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看。打输了、喔！我。都忘记有大便可以用，那采集中要加个大便呢。我的猎龙好伙伴没出现，唉，好伙伴们，你们在哪里？我现在只能做一些后勤的事情了。
白痴哦，我不知道爆裂结晶啊。哦，快逃啊！什么按到啦？你按到什么？啊，你们那个吃完没有去要红包之类的吗？嗯。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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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个调查，我就先回去了。不然，我好像用错方法了，应该开个比较难的调查。来，我们现在在里面看看。都是你家人直接给我。透露年纪，哇靠！这什么好透露年纪的、啊？因为有可能有人三十几岁也有拿红包啊，不会啦。我们先回去看看有没有足迹，没有足迹的话，我们就开调查任务跑跑看。掉大便呢、欸！对，可以丢大便，逼他们踩出足迹耶！赞哦！这不是矿，白痴哦！想挖，脚印在哪？这里。哦，等一下，我手麻了。其实我本来是在等那个麦块的地下城游戏出来，可是我觉得我等不到那个时间，我可能就换平台直播了，可能啊，我还是会努力啊。嗯哼，不过其实开始有点养成就是开直播给大家看的习惯了。只是说，就是剪片这一块真的可能没办法一个人自己剪，
每次，哎，真的哎。我现在都没有，都不用担心叫那些东西了，因为现在真的很少去跟人家要红包什么，就躲在家里就好了。那些大人怕给红包，没关系，我怕叫不出来，我就躲在家里。主要也会问说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最近不是看到一个吗？我的对象在卡池里面，只是还没有抽到。长辈们要赞助我一点吗？那张图，红莲暴鲤龙即将离去。哎、欸，我刚刚是不是说调查点数多了，我就要离开了？咻咻咻咻咻！脚印。好啦，再跳一个我们就走。哎、欸，我剪了30分钟了，都没有人来。我是不是没朋友了？是不是没朋友在玩这个了？还没跳。哦，有了，好了，回家。来看看有没有萤火龙。群主该该看，我该过了啊。登录奖金，管理调查。有没有萤火龙啊？有哎、欸！哇，这个好棒哦！红龙垃圾，垃圾。哦，现在是他那个等魔物可以这样来利用诶。目标你声音好小。还是等下，因为我刚刚那个里面的声音去动到，讲话，你动到了，哎、欸，不是啊，就是主城市的右下角那个声音啊，去动到。那我觉得是你动到了，因为我没有调声音。好，所以好，你的萤火龙我刷出来哦。了，嗯，你刚到现在都在刷。对啊。太萤薄情火了吧！龙，那、啊、你怎么那么早开台？七不是点说啊！八点吗？我哦，说是七点七啊！点，我说我8点前就回来了。哦，OK。
条岩飞龙，岩飞龙两只，目标岩王龙一大堆，我的妈，好猛啊！删掉，两次力竭，删掉，四人，删掉。删掉。那、啊、怎么你一来就开始有人进来了？进来哪里？我的台。嗯。嗯，为什么早点出现？嗯。啊，所以你要打什么？力战。感谢你们一直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哦，我以为没有人要看我的台了，太夸张了，再也没有人要看我的台了。哎、欸，我们去打有好猪有好票，有好票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啊，那个什么，巫师三的武器不是有两把吗？对啊，升上去需要那个东西。哦，好啊，打打，这是活动吗？活动啊，那个打雷狼龙跟什么鬼东西的？啊，我上线了。哦，你先开一下，因为我刚刚去吃饭吃到断线。那你开机会锁啊，不然他们到时候找不到。哎，不对，你进来我这边他们也找得到。对啊。忘记了。你是不是？感觉你今天开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在吃饭。没关系啊，我还是要开啊，不能不开啊。啊，我是说那个跟平日差应该会差蛮多的。好，静安安，醉醉安安，惩戒国安安，黄云伟安安，我应该叫他本名。哦，谢谢金娘娘。好了吗？我开了。尴尬发芽中，我想说，还是找时间把 FB 改掉吧。不然你跟我讲说你怎么称呼，我下次尽量记。就像那个之前看那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那个有个医院，就是说为了保护，就是那个谁病人的个子像姓名，他们就是以那个症状来呼喊。你有听过吗？对，然后说那个痔疮的可以来拿药咯。靠北。因为怕降本名很尴尬。那个痔疮的可以来拿药咯。玩笑、哦。承接任务。活动。哦，调查雷狼鸣波。雷狼鸣波 ，OK。承接一号影帝。下次改名要改什么？痔疮。痔疮。好没礼貌。
难怪会没人来看我的台。就一个叫玻璃窗，然后下一个叫痔疮。如果是割包皮的怎么办？就讲啊，就割包皮就好了啊。哎，大过年的讲什么包皮包皮的？要不是我的抖内还没有开始用，不然我就爬你们抖内了。练才练起来，更换装备。我以后打民国。对啊。哎，你的猫记得换东西哦。好好好，看你啊，如果你觉得陷阱雷狼还可以啊，不行，麻痹不行，麻痹不行，我换。你要换什么？笛子。笛子可以啊。好啊，你笛子。我练的，还是我来练胡爆筒。好啊，那我改笛子哦。好。可是我的止步从容差一等。好，青菜啦，来来来来啦，直接了啦。没有啦，我换了。哦，你很孤猫呢。没有啦。随从装备，激励乐器。激励我吧。开练还好哎、欸，说要开抖内，我开了快两个月还没开、欸。这叫练财吗？我在帮大家省钱，尤其是糖包包。糖包包每次砸在我身上的钱可恐怖的嘞，我都很害怕他会不会饿死。有时候都跟我讲说他抖到没钱了，我说你不要这样子。虽然我不会把钱还给你，但是你也不要这样子。我就是这么明确，我这么诚实，诚实，嗯。这个诚信为本的生意，我到了。里面丢包？对啊，我没被丢啊，我在跑了。我被发现了，那就快打！这里没石头。哎呦，找到了石头！哦，不要，狗狗不要，狗狗，那个太大了。我的天！我感受到你到了。狗狗。他吼了，他吼了。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被想找到一半被电起来。你怎么会吃打消果实？说好的不吃呢？我没有说不吃，我怎么说不吃了？哦，你可以吗 ？You， 哎，走走。那个友好票，看介绍是说，你要全刷满的话要16张，太多了吧？升级的加猫咪外观加，好像还有大锤的武器。大锤哦，有新武器啊？嗯，还蛮好看的。哦，那就刷，有合作当然刷。被锤倒了。有进了我的钱包的钱，别想拿出来。能拿出来的人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一个是我，
一个是点点。好啊。七的人免谈。你上次说要请我吃饭。嗯，你不是说要请我吃一那个吗？卤肉饭。不是你要请我吗？干不是你吗？你自己说带个卤肉饭进场的是你耶。啊，对啊，我说能拿钱出来就只有我啊，我跟点点啊。阿晴没问题啊，阿晴还是要我拿出来啊，怎么了啊？也是哈，你可以直接把钱包给我，我去付钱啊。钱包里面就没钱哦，发票一大堆。一三一三亮晶晶。你是把钱都躲在杰克身上的类型，没有，就是每个干爹群都有一个很夸张的干爹。啊，我的这边已经收敛很多了，我这边比较少会躲大笔的，因为我也都是阻止他们不要躲那么多，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干爹啦，那种真的。能抖那么大笔的，又能养活自己的不多。我觉得比较夸张，应该是云月那边的那个叫雅思的。然后每次抖就是，你知道他抖多夸张吗？嘿，比如说 YT 一天的那个抖内上限是多少，他是直接抖那一个东西。靠腰。对，好像上次好像抖到3000多块钱吧。看来是个狠角色，蛮狠的啊！抖到是我们真的害怕哦，是嘴巴会微微的笑，但是真的是很害怕的那种。看到那种大笔钱，心里对会微笑，心里暗爽一下，然后嘴巴还说：“你怎么抖那么多？”这是诚实的讲法，但是就是会暗爽说：“不行，这钱还是我的，你别想拿走。”口嫌体正直。对啊，雅思超夸张的啊！他是在我们这一边，是一个已经是被大家列为另类黑名单的玩家，玩家干爹。黑名单。对，只要就是比如想说，就刚开玩笑讲说，怎么我这边没有，就直接冲过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有新年快乐这种东西。好扯哦。很恐怖啊！啊，有时候是真的，真的我是想要把钱退回他，因为。那个钱真的太夸张，我就会觉得他是被盗还是怎样。哦，嗯，但是会觉得说，哈，这个钱要还他、哦，没有啦，没有啦。听说这时候可以闪他，他妈的，还抽搐，他很战斗。三三惹人爱，好大你就来爱，战斗。你可以跟雅思说不要，真的不要。哎、欸，没有啊，你去讲啊，我这边有没有抖内？我还没开抖内，你不用讲，没关系。天天都是除夕夜，盒子天天除夕夜哦，天天是啊，天天都除夕啊。我还是没办法不带吸血锤子。吸血吸习惯了。对啊。有吸血一定好打很多啊！啊，你上次不是说你打那个鸣波已经可以克制吸血了？我没有鸣波啊。啊，上次不是有打、啊、不够、啊。那个鸣波不是那个鸣波啊，我是要力战鸣波呢。哦、oh, ，对啊，那就是再接再厉。对啊，只能再接再厉啊。就这个位置了，我勾你，没勾到，再扒一圈，火力开。他在火力我，你那边被帮他配音。对啊，我帮他配音啊，不然我很无聊哎、欸。他干嘛？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冲那么远还要助跑？
你是我国中老师哦。好，他打人是要助跑，然后飞踢的。你们国中老师是有病是不是？我们国中老师会体罚，而且体罚是很严重的那一种。然后就是走廊上面会听到啪啪声，就是我们国中老师在打人。然后他是会把那种以前国小国中的木头椅子的那个横的那个板子打爆的男人。哦，我以前也被那个打爆过，干。他是打断掉欸，我也是打断掉，干。然后他还不那个老师还是打我手嘞，哎、欸，救我！不，不用了，不用了。哎、欸，我都冲过来了。哦、对，国中老师，我是到小五吧就不能体罚了，还是小六？真好，我是到了，前面被打到手快断掉了。那时候是到了几年？什么时候？高一的时候，我们国中才那全部学校解除体罚，我是很不爽。现在就是没有体，不是现在就是没有体罚，一堆学生不能打。对、欸、我锤子打爆了，看到没有？我看到了，厉害！啊，小尾巴！繁星除夕快乐，快乐！阿长快乐！我看还有谁哦？过年是要发红包，我一定疯！没发、哦？嗯？啊、所以你怎么称呼啊？那个包皮，还是以后叫你包皮？叫他包皮、啊？不是啊，叫他本名又不对。你是杰克群的谁啊？杰克群的包皮，杰克的包皮。啊！我讲错话啦！哎、欸，我水快喝光了哎、欸，你敢信？快了，他累了吧？你累了吧？你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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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可以吗？欸、可以耶、欸！放陷阱吧。没撞到。我没有想撞他。我说你撞个墙，我直接放他脚下嘛。来啦！过来啦！欸、他略过。他知道有陷阱，欸、他知道有陷阱，厉害嘞！哇！啊，再一颗，小笨狗逮到你了。你叫什么？杰云？好，我记得，我记得，你是兔窝群的，不是你啦。我是说那位包皮。